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San何耀珊。现在呢，我就站在这个红地毯，那这就是 Dancestar 美国2004年的颁奖礼，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很多很多的人在后头啊，非常的大声这些的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会在颁奖里头呢颁 Best Event， 就是最杰出的一个 Event 的这个奖项，非常非常紧张，也非常觉得说非常的荣幸，希望待会呢可以跟大家见面。